今晚家庭幽默录像和你一起奔赴人生的考场。面对选择题，你说我是吃你还是不吃你呢？听我吃。面对判断题，下还是不下呢？由不得你。还要面对问答题，调皮的他会有何结局？生活还需要你面对重重考验。驾照的考场出笑点，有的还没上车就挂了，有的是方向盘的克星。再搬点片头纸巾，再变再变，打牌子打，用点力打，我躲边回。还有呢，是自带节奏的中国好教练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左边一推上一档，往后一拉回空档，左边一推。表情转换大考验，那是一个来自摔跤场上的迷之微笑。迷之微笑在传染，这样的。而戏精观众的模仿更是深得精髓。你是一个热爱表演的编导。对，好的，接下来愤怒，愤怒，再愤怒，然后变成微笑。拍客面对面，迎来年度最萌拍客，站着萌，向后转，起步走。好，我们就站住一起，三个同时来，三、二、二、一、二。哎呀，你喜欢他吗？喜欢就别走开。广告之后，萌动回来。